最喜欢我们什么歌？你跟我悄悄偷偷讲。星期五晚上。时光机。时光机。那你会唱时光机吗？那你会唱星期五晚上吗？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，Friday night。Friday, 欢迎。Friday night, Friday night。怪兽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说不要找 Energy 来当嘉宾嘛。没关系啊。现在 Energy 一出来，大家想都爬光光，连小孩子我们都留不住了。五月天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哈。最喜欢我们什么歌？你跟我悄悄偷偷讲。星期五晚上。啊，你讲大声一点，什么歌？时光机。时光机，那你会唱时光机吗？那你会唱星期五晚上吗？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Friday night, Friday, 欢迎。谢谢。哎，怪兽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说不要找 Energy 来当嘉宾嘛。没关系啊。现在 Energy 一出来，大家想都爬光光，连小孩子我们都留不住了。来，坤达好帅。他这不是在叫五月天吗？中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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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是事实而已，事实啊，事实而已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他没有想要点歌的意思，他纯粹哎，你们 Energy 歌迷现在还也知道要点五月天的歌吗？我本来想要点一个 Energy 的歌迷，应该没事的，这样结果出事了。对，忘词吗？忘词吗？对，真的吗？嗯，喜欢忘词，喜欢。跟坤达比起来呢？对。喜欢坤达还是忘词？喜欢你。好了，马上，你们的舞我通通没有办法跳，没办法跳。哎，跳一首，跳一首。嗯，好了，那个。他不行的。没想到我今天的这个第一声哨声是因为观众而吹的。对啊，就这次的525，就是因为是25周年演唱会回顾的关系嘛。那哎，现场大家还有谁没有去过的？年底会有。你说去什么？去什么？525，你说我们那个525演唱会。对啊，25周年纪念演唱会。年底会有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了，不要，还没确定哪一天。什么？没有，我们讲出来的话被周董听到不好。但是不是？但不是啊，真的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真的不是啊，真的不是。这样会出事情。场地早就定好了。对，场地你们就早就看新闻了，还叫。就知道在桃园哈。都心照，放手的让想念更自由的想象，我会想。